那天过后，我就再也没跟我爸说过一句话。第二年，我的爷爷就死了。爷爷临走前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叹了一口气。其实，在上学的时候，高年级的同学总笑话我是唱花旦的，总欺负我。女同学就觉得我动作娘娘腔，嘲笑我。这都无所谓。我觉得。 我早都下定决心了，我这辈子不会跟京剧再有半毛钱关系。小时候下的功夫，一记就是一辈子。越是上了年纪，哪有那么容易忘啊？是吧？是这样的。刚开始不练功还有些不习惯，但是时间久了也就好了。上了高中之后，我接触到了电子乐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可以翻篇了。我离开家那会儿。 我妈告诉我，儿子，你这辈子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和快乐。但是，我爸他是不会理解的。我注定了这辈子成为不了那个继承他衣钵、光耀门楣的儿子。你不欠你父亲、你爷爷、你师父任何东西。你的意愿、他们的寄语，都只能代表你自己。你亏欠的是你自己。 自己，你还没有放下那场比赛，不是吗？比赛前一个月，时间不是很巧吗？现在距离你的第一阶大赛，正好还有一个月。为什么扰乱你心绪的是京剧而不是别的？扰乱你的那些声音，伴随着你每一个动作，就像你回到了小时候的练功房。 那时候的戏台上，每一个鼓点都在提醒你该唱了，但是你不唱，你走开了。就是因为那样，所以你一直没有走开。是这样的，在乎了的人，是永远不会说出“我不在乎什么什么”，因为这句话根本就不会进他们的脑海。而你，真的在乎。所以你会输。我现在不是在嘲讽。 这是真相，不是吗？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？那只能看你自己了。 没经过你同意，把两位老人给你带来。儿子，爸，妈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给我好好比赛。做的这件事情，都是让我非常感动。 谢谢，下面让我们有请我们的DJ Open，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掌声有请 Open。爸妈，今天就当儿子给你们一场汇报演出。好，去吧。 Hey, hey, hey.
这就是我的意思。不是只有一条直线可以连接它们，而是可以连接这两个点的所有的可能的方式，并且它们是并存的。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难道是我说的还不够明确？我好像……我有个问题，请问一下，你这个白板是走到哪都带着的吗？我记得好像它没有这个东西。 我觉得我好像听懂了一些。你要么就是明白了，要么就是没明白，没有什么好像。既然你提到了概率，还要追求绝对性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好，我就看看你的好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。 你为什么非要挑衅啊？我是就是弱势啊，纠正错误促进成长也算挑衅啊？那你说的就是对的吧？我是真的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如果你明白的话，麻烦你直接告诉我，不然的话就是浪费我和他的时间。人家说了，他是科学家，我是一个精神病人，我们之间的相似度大概是68.26%。 够精确的，因为那是你脑袋当中的数字。看吧，今晚的月亮多好啊，天儿也没那么冷，可惜就是没声音。 不过除了透透气也不错，整天闷在家里对你也不好。你别着急呀，会找到他们。
是跟你说了吗？只要有我在，一定会找到他们。没喝多啊，喝以前我抄个酒瓶子把这帮警察全踩了，你信不信？我信。你信不信？哎，我信。哎，行行，车来了啊。哎，怎么样？什么车？哎，师傅，是您这车哈。嗯，啊信。怎么还有个人呢？我不拼车，我这根本得要专车。我给你订个车就不错了。哎，师傅，就这个地址您知道吗？知道。行，那麻烦您给他送回去了。一个人打车太寂寞了吧，哥陪你。那是我老婆，最近身体不好，带她出来转转。哎呀，你这车那么冷啊，是不是没开空调啊？开暖风啊？没开空调，刚才开窗透了透气，不好意思啊。比我老婆好看。哎。我说你老婆怎么也不说话呀，假装睡觉干嘛？陪我聊聊。你真的听见夏木在病房里跟欧阳一说话？对啊，我们几个轮班的时候听到的。人家是医生，可能觉得跟他说说话，让他听听音乐，可以更快的让他清醒过来吧。还听音乐？小日子过得很舒服呀。对啊。什么音乐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他机器的音乐可多了，我也不可能一个一个都听过了。哦对了，他把机器留在哪儿了？你要审查吗？他去的频繁吗？这么说吧，要是亲人那就不算，要是说没有任何关系吧，那倒也不至于。反正比陌生人多点。怎么了，队长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，随便问问。老大，那个疯女人之后要怎么处理啊？哥几个好不容易从警校毕业的，结果却被分配到医院，给那个疯女人做保镖，真的很不服气啊。别在这跟我抱怨了，行吗？啊，这个案子是我负责的，你每天就知道玩手机，交代交代，你就知道交代。我还想用交代把那个女的给绑起来呢，穿越回去，送给那个被害人的家属，对吧？我也算是伸张正义。可是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粗暴，对不对？老大。
你那个茶好像还是热的吧？他们把我绑了，还给我抽了，你们赶紧调监控去。追吧，追一下。你这昨晚是喝了多少酒啊？怎么现在还处于醉酒状态呢？我刚查了记录，你这哥们儿，上回就因为酒驾、酒后滋事，才放出来没两天吧？他管不住自己。你这当朋友能不能负点责？这对不住啊，真对不住。我这昨天把他送上车，我就回去了。这后面的事我也不知道。行行行，以后自己注意点。哎，行，谢谢啊。耍什么酒疯啊？还报警，出息了你！不是，不是警察叔叔，不是警察哥哥。哎，我说的话可千真万确，你自己看看啊。这我总不能自己给自己打的吧？那我再跟你核对一下当时的现场情况吧。对方是谁啊？不知道。对方有几个人？不知道。那你一直说他们？那我总不能说是你们吧？你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现场报警呢？哎呦，我冷啊！我这衣服都让人撕烂了，丢人现眼的，我得回家换身衣服啊。你说你是打了一辆车然后出的事儿，对吗？哦哦，对，这车是我约的，当时车上有两个人的，男的女的呀？哦，好像是个女的。那你的钱包有没有丢啊？钱包没丢。你不是说你的衣服被他们撕了吗？裤子没撕，这质量好着呢。那撕烂的衣服呢？让人捡走了呗。你这个情况我没有办法查证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喝多了惹上人家了，被别人教训了的。行吧，有情况我再找你吧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，走吧。我跟你说，以后你别找我喝酒，丢人。我那我这咋，我这打败了。行，那我等你消息啊，高队长。小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就住这两条街以外啊。我们也太有缘了吧！哼，两条街以外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星期日做兼职送外卖啊。这年头，人吃好也不能保证生活品质，尤其是像我这种单纯的孩子。再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的老板有多抠。我不抠。睫毛会掉，不过这一片我真的是很熟，有什么需要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我来查案来了，今天早上有人报案，有一个男的喝多了，被扒光衣服绑在栏杆上了，但是什么也没抢啊。哇，玩得这么重口味，不过这案子属于耍流氓吧？怎么让你高队长出马呢？这想法真毒。几年前有一个杀人案一直没有破。也是被扒光衣服，让人杀了，所以我怀疑有关联，所以来查一查。啊，这么简单粗暴，还不为钱？那劫匪长得帅吗？送你的外卖去吧啊！哎，高队长，你有什么需要记得找我帮忙啊，我真的很熟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闭上眼睛总能感觉到“正常”两个字就在他的附近。
说的，你不明白？哎，谢先生，麻烦您直接跳过这些，能告诉我你来这的诉求吗？我承认，我对您研究领域的了解极度的欠缺。我的研究领域，我立志要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。啊，抱歉抱歉，是我不懂了。万物理论，能不能分享一下？反正你都已经来了嘛，能不能直接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或许无知是福吧。你、我、这房间、这白板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投影。什么是投影啊？原子创造一切，粒子传递信息，人是物质，物质是信息的载体，量子纠缠可以像幽灵一样远距离地影响对方，所有的可能并行，平行世界在被测量的一刻终结。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有点意思。你又懂了？就应该是那样，理所当然也开始于一个理字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来啦，可乐、巧克力牛奶，还有黑森林蛋糕。你怎么也爱吃甜品？啊？什么叫我也爱吃啊？没什么，她真了解我，可以当我的闺蜜了。你在看这本书啊？我也看过。你看得懂吗？我真的很懂，你信吗？还记得咱俩刚认识那会儿吗？我为了能见到你啊，每天都到学校附近的小树林里跑，眼看着你那帮女同学一个一个的把我超过去，还笑话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高中的时候就是田径队的，还是种子选手，这我哪跑得过你啊？我两个膝盖都跑肿了，回到寝室被哥们们嘲笑，都说呀，我为了能追到你，差点连命都豁出去了。不过最后啊，还是让我把你追到手。这主要归功于那个时候你不小心把腿给崴了。哎，你看我，又说这些傻话，这不还没七老八十吗？姐儿。我们一定会找到他，一定。
要么给我来一根。我老婆身体不好，我不抽烟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